你慌慌张的去哪儿啊？我去吴奶奶家，她是个空巢老人，身体突然不舒服。跟你一起去吧。吴奶奶，来了来了！哎，徐医生，你可来了！徐医生，徐医生，吴奶奶，哎呀，我来了，你可来了！我跟你说呀，大力丢了，大力丢了，吴奶奶。 您放心，大力没您在，他不会乱跑的啊！哎呀，我先帮您做个检查啊。要我帮忙吗？没事。大力是谁啊？大力是吴奶奶的导盲犬，是社区帮她申请领养的。吴奶奶今天带大力出去，大力突然间就不见了，吴奶奶到处找也找不到，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哦，对了，多亏徐医生给她做的卡，你看。 燕洵医院的党员医生跟咱们这片的空巢老人结对子，徐医生定期来给他们义诊。吴奶奶最相信他了。吴奶奶，没有大问题，您啊就是有点低烧，喝点水，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哎，大力的事儿就交给我了，您放心。好，好，来，我给您倒水。我可离不开大力呀，现在。知道，他就是您的左膀右臂。<笑>是，那个。 大力在哪儿丢的呀？就在超市门口。他长什么样子能有照片什么的吗？我有照片，你看一看。哦，我拍一下哈。奶奶，这水有点烫，您稍微吹一下啊，慢点。好了。奶奶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一会儿我陪徐医生一起。 一定把你的狗给找回来。谢谢你啊，姑娘，谢谢。哎，再喝点水。今天时间太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陪你吧。刚好把大力的照片发到我们群里了，我让大家一起找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 哎呀，我这个儿子一点都不想年轻人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想年轻人呢？嗯，朋友圈一条消息都没有啊？怎么？ 还不如隔壁老王家的儿子呢，那一天都发七八条，你这可倒好，一条都没有。嗯，清风18000多步，不对啊，这孩子平时两点一线，从家到医院也就4000-5000步。 18000多步，干什么去了？
早就想吃生蚝了。老公疼不疼你啊？老公最疼我。快吃吧。饿死我了。知道你最爱吃生蚝。嗯，好吃，好吃吧？嗯，知道你爱吃。嗯，嗯，老公，你别光顾给我弄，你也吃一个。这一锅都是给你准备的，全归你啊。你快吃一个。啊，嗯，嗯，老公，快点了。我也给你开一个，你给我开那个大的，我想吃大的。好，给你开个最大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经典原钻，两颗，喜欢吗？这就算给我的小贝贝官方印证了啊！关震雷的老婆，生人勿近。老公，你真好。你看，好不好看？闪不闪？嗯。谢谢老公，我好喜欢啊。哎，不对啊！你哪来的钱买戒指？还是两克拉的，这你就别管了呗。给我媳妇儿买钻戒的钱我还是有的啊。你少给我打马虎眼，说实话，钱哪来的？吃生蚝啊，这个好吃。不吃，说实话。哎呀，我爸给的呗。你爸给的？你爸这才刚做完手术，那家里花了不少钱呢，怎么会给你买这么大钻戒呢？人老婆自己有金库呗，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反正老婆有办法，别人媳妇有的，我媳妇也得有啊。来，为了这个特殊的时刻，咱们必须喝一杯，来庆祝一下。喝什么喝？开车不许喝酒啊！哎，贝贝，贝贝。贝贝，你干嘛呀，贝贝？你干什么呀，贝贝？你怎么说变就变了呀，贝贝？贝贝，你车呢？干嘛呀？生蚝我没吃完呢，赶紧给我顶老贵的。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问你，你车呢？车我没开车，我打车来的。你有车不开，你打车？啊？骗鬼呢你！说实话。说实话，哎呀，卖了，卖了！你把你姐的车卖了，你怎么跟家人交代？你卖给谁了？赶紧把钱退，把车换过来。退不了了，这不戴你手上了吗？你我，哎呀，好了，别你不生气，快，不生气，不生气啊！咱们别在大街上吵啊！你老公跟你慢慢解释。这钱他不是没有了，他只是换一个方式存在，对不对？车换钻戒，咱也不亏啊。关正雷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现在回家了。我，哎，别！哎，关雨晴那是说的好听，装模作样说支持我开网约车，其实就是变着法儿想整我，你知道吗？爸早就让他掏买钻戒的钱了，是他一直推三阻四的找借口。现在我把车卖了，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。放心，老婆，出了任何事儿，老公扛着，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说了两克拉，少一分一毫都不行。关震雷，真是我太傻了。我傻乎乎的相信，你总有一天会懂事儿。
会像一个男人一样承担起一切责任。他让我失望。哎哎，你别摘戒指！哎哎哎，你别摘，这别摘戒指！你别碰我！从现在开始，我要重新考虑我和你的关系。你回家了，别跟着我。哎哎，哎，帅哥，妹妹单呢？你等我一会儿。好了啊，妹妹，妹妹。回家了，饿呗，来来来，给，哎，好，太好了，大夫啊，真是得谢谢你啊，给我把他找回来呢。吴奶奶，您跟我客气什么？这还不是我应该做的，这回高兴了吧？高兴，很高兴。哇，还挺香。嗯。你房子找的怎么样啊？哦，我找好了，我给你看看吧。你看，小区环境不错吧？它离马路特别近，而且你看户型也特别好，采光也不错。关键是这么大的房子，才一个月6000块钱，跟捡漏了一样。你看，我觉得不怎么样。怎么，我一说到房子，你就跟我唱反调了？你不会不希望我搬走吧？那个，我们好歹也是邻居一场，你不会这点邻里之间的情感都没有吧？你什么时候搬啊？啊，下周。小心！怎么骑车呢？你其实我。徐大夫，哎，张叔叔啊，这么晚才回来啊？这你女朋友吧？啊，不是，她住她邻居。不好意思，哎，有个事儿我想麻烦麻烦你。啊，您说。六院您认识人吧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老伴想去那儿骨科挂个号。那我联系一下，回头我给您发微信吧。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就说我是邻居哈、啊，嗯，那啊，那快搬走了是吧？对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本来想说，刚才在便利店的，哎，钱叔，哎，我鼓掌。
在前面出去玩呢。哎，快点！哎呀，快回来！哎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好。哎，我。晚安。妈，哎呀，儿子，刚才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都急死我了！刚才在电梯里信号不好。啊，我说呢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来又这么晚呀？加班了？那个吴奶奶她心脏不舒服了，我去看了她一眼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嗨，行了，妈妈这就放心了啊。啊，您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行了，赶紧的吧，洗洗睡啊，别再看书了啊，快点，晚安了，儿子。好。你也早点休息啊，我挂了。到吴奶奶家，也就再多出2000来步，这数字对不上。
月梦游啊。我给你们房睡就买，好好工作，努力赚钱。这工作呀，太伤身体了。你先睡吧，啊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你饿不饿呀？要不要煮碗面条给你吃？不用，睡吧。那行，那我先睡了啊。玩游戏。嗯，老公。嗯。嗯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忙爸的事情，没有顾得上你。对不起哦。还有啊，那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咱们就不提了好吗？瞧你说的，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？我从来就没怪过你。那就好。嗯，你那么长时间了，你应该自觉了吧？对，是这样。最近公司又出了好多新的这个销售计划，一茬接一茬，跟割韭菜似的。我是满脑门子官司。这样，你先睡，让我一个人烦恼。嗯。去哪儿啊？啊。我上个厕所。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平时比谁都积极。嗯，我马上回来。马上。讨厌。
有差一步就没赶上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给你送早点呀！我的天啊！上来说。我这今天早上起来，天没亮我就起来了。我给你蒸的包子，还打的豆浆，快吃吧。行，我拿医院去吃。别呀，你到了医院忙这忙那的，你顾不上吃了，快点吃吧。妈，这不能停车。啊？啊，那行行，到医院去吃吧。啊，那我。儿子，昨天那个你去吴奶奶那儿，她病得严重不严重啊？哎，就你一个人去的，行吗？啊，她老毛病了，我能应付。她其实主要是狗丢了，她有点急。哦，狗丢了哈，着急。哦，行，赶紧上班吧，都到点了。妈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好，谢谢妈。快走吧。你臭小子，你瞒不报，肯定有问题。这么认真啊？吓我一跳！有一组明显是各类细胞心肌的表达就在线考博啊！我还有一个多月我就考试了，没听你提起过。我不得要点面子吗？等我考上了，我再官宣。嗯，这个想法很明智，因为考上的几率也是很渺茫的。我请你善良点行不行？啊？你盼我点好行不行？我偏给你考上一个看看。行，我盼着盼着你的好消息。那个临床专业课你复习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根本就没时间，最近事儿太多了，这么多台手术。我复习更惨。我现在连排队打饭的时间都没有，每天就靠着自嗨锅。你吃的是什么呀？煲仔饭。要不你帮我辅导吧？啊！别吃那煲仔饭了，来，我知道你爱吃辣，来，咱俩换，你帮我辅导，告诉我你每天想吃什么口味的，一天想三顿还是五顿？啊，尽管跟我说，行不行啊？你就帮帮你眼前这可怜的小孩吧，啊！哎呀，那就看在你帮我的份儿上。你答应啊？不用算了。不用啊，当然用了。说定了啊，你认真的啊？是啊，一日为师，终日。反正你这回你别把我推掉了啊！你不能甩掉我了。让不让我吃饭了？我不，你答应我。哎呀，是啊，我答应你，我帮你辅导。哎呦，快！哎呀，这软组织挫伤。快吃快吃，趁热吃。哎，我还真没吃过这个口味的。哎，你说这个汤要配这个饭吗？徐医生，今天上午的病人都看完了。啊，那你们吃饭吧。那我帮您带一份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别那撒糖了。
哎呦，我这些单身狗。哎，您教练说这是新来的机器，专门练背的肌肉的。背伸肌、背前肌、背骨筋膜。哎呦，可以啊！来，给我介绍一下旁边那个是啥？上面不是有说明书吗？自己看，人体的构造我还是不是很清楚。来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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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哟，你怎么又买菜去了？咱家有菜呀。不是。啊？地板打蜡剂，嘿，小区门口促销呢，买一送一。我说你这老头子，你是不是财迷心窍啊？你买它干什么去？哎，你在人王灿家住这么长时间，临走临走，你不给人收拾一下啊？哎，倒也是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但是你会打蜡吗？你这有什么不会的？就是说明啊，看说明啊。哎，哎呦，怎么下上雨了？老爷子，去把那个衣服给取来啊。哎呦，别别别，咱家都来不及了，那我得帮着隔壁我兄弟家收一下。我去。真是，你对徐大夫是真爱呀、啊！怎么又回来了？正好不两份吗？我捎过你一份，给我大兄弟家那地板也打得了。怎么说？我先去了啊！啊，去吧去吧，我来取衣服了。杨蝎子，那咱们就定在林教授。志新哥，晚上7点我要跟总部电话会议，你把风雅居的那个销售方案全部整理好啊，到时候送给我。哦，好的。事儿吗？没别的事儿，我能下班了吗？小五在外面等你呢。啊，没有，我加班，他先回去了。虽然说咱们公司不禁止员工之间谈恋爱，但不能太过分吧？你说你们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们打情骂俏，你把公司当什么地方了？对不起，志勋哥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我还有哪儿做的不好？您告诉我，我一定改，我一定尽全力达到您的要求。走吧，志新哥，再见。你等等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儿啊？这小五他有女朋友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你还跟他？你怎么想的呀？你一大姑娘家，你说你图什么呀？您先消消气，我。啊？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吧，等您吃饱了再教训我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志勋哥，你应该也知道，小五的父母是做生意的，做得还不错。小五也算是一个富二代，他出来工作，其实就是为了积攒销售经验，将来好子承父业。那怎么了？那你跟他交往就是为了钱是吗？不是，就为了嫁一富二代？你也太庸俗了吧！不是我，
当然可以说我庸俗。像我这种人，连生存都解决不了，何谈活得高雅？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。我妈妈去世的早，我从小是跟奶奶一起长大的。我爸在深圳打工，他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建筑工地的工人。每年我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可以见到他。后来，我爸就攒钱买了两部手机，一部给他自己，另一部留给了我。我当时特别开心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经常跟我爸爸见面了。可是后来，每次跟他视频的时候，我爸的手、脸上、身上全都是黑黑的、脏脏的。我特别心疼，但当时的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就想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一定要多赚钱，我要好好孝敬，孝敬爸爸，孝敬奶奶，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。再后来呢，我毕了业，也留在城里了，也找了一份工作，能赚钱了。可是没想到。怎么了？我爸得了前纵隔肿瘤，他现在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。我挣的所有的钱是为了维持他的医药费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你说你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你跟我说呀！你再怎么着，你也不能出卖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志俊哥，我真的打心眼里尊敬你，仰慕你。我不想让你看我的笑话。可我真的没办法。小小，你别太难受了啊，别太难受哥说这种事儿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听我的，你跟小五分了吧，啊？不行，我一个人根本承担不了我爸的医药费，我不能放弃我爸。不放弃，不放弃，肯定不能让你放弃。这么着。钱我来想办法。那怎么行呢？就这么定了。你只管给你爸爸找最好的医院、最好的医生，医疗费我来解决。不行，真的太贵了。听我说，这些钱可能对你来说是太贵了，但对我来说也许就没什么。你尽管跟哥说需要多少。该交第五期费用了。嗯，多少？10万。不多，不多，不多，合理。我来解决，放心。
二位准备好啊，一、二、三。